建科机械是一家专业生产钢筋自动化加工设备和行业专业软件的创新型企业。旗下的钢筋剪切系统制造部专业生产钢筋剪切生产线和辅助设备。GJW0816 钢筋束空液压剪切生产线是建科机械凭借多年国内外钢筋加工设备制造经验自主研发的创新型设备。钢筋原料储料架采用了阶梯式设计，可任意存放多种规格钢筋，并设计有滑道，搬运方便，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大降低劳动效率。并且在振动机构、钢筋输送轨道、定齿机构以及存料架等多处地方，经过了特殊的减震缓冲处理，有效降低了工作时的噪音，减少了对工人身体的负担。该设备最大剪切钢筋直径为50毫米，剪切长度为 0.8 米至12米。主机设有液压剪切压紧机构，可以提高安全等级，最大程度地保障操作者的安全。该设备采用伺服电机操控，工作准确无误，并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会产生一点油泥，对环境污染极小。所有关键零部件均采用国际知名品牌，完全按照 ISO 9001质量体系采购标准，并符合欧盟 CE 安全认证标准，符合当今日渐严格的环保要求。其独特的降噪滑道设计可减少钢筋相互碰撞而产生的噪音，对齐及定齿挡板采用一体化设计，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同时有效地降低了故障率，并采用了 PLC 控制，易于调整和操作。钢筋剪切长度完全由伺服电机驱动，准确无误，钢筋剪切定齿长度可做到无极调节，大大方便客户的生产。使用多级收料仓进行翻料，占地面积小，组装方便，易于搬运，特别适合中小型加工厂及生产灵活性大的客户使用，简单可靠。该设备可与建科机械自主研发的 MES 系统连接，并且可分别与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以及工作站相连接使用，操作简单方便。通过材料优化系统，可以令材料的使用率达到极致，最大限度地为客户节省钢筋原料，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提供更高效的智能化管理。剪切刀片的四个刀刃可自由切换，并且更换方便，极大地提高了刀片的使用寿命，降低了客户的生产成本。废料剪切后，使用机器下面设置的回收车，可以很方便地将废料清除。GJW0816 采用了目前建科机械最先进的技术，拥有多项自主发明专利及知识产权，具有目前国内同行业设备无法比拟的功能和实用性。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近千台设备的销售业绩，国内市场占有率在 80% 以上，并远销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为客户提供最好、最优质的钢筋加工解决方案。